吧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哇，这是我们他们现在淡人水上市场提供的船只哦。我们现在坐上船了，好，我们坐船了，要出发了。司机在我们后面，出发。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行程啊，没之前也没走过这个点。来这边还会跟他们会船，哇！飙车啊！然后这边真的有他们泰国人住在这边啊，然后他会靠近这种小市集的市场，给我们看看商品。技术真的很棒哦，都能在这个小船小水道里面这样穿梭。哎，哇，这里好多船啊。来买个芒果糯米饭，一个要两个。One. Thank you, Kopunka. 芒果糯米饭，大家可以试试看喽。Kopunka. 它这边也有现切水果，切好好给你切。啊，那白的嘞，白的回来再切喽。那我们进它最繁忙的地方。来，莲雾阿姨给你吃的，吃一口看看，吃一口试试看，没关系。可以吗？可以。不行，没关系，那有试过就好了啊，换爸爸吃。他还有三粉的东西耶，我试一下好了。哦，好，谢谢。那我来吃一口。哇，这莲雾超水的，哎，然后那个酱是其实有点辣粉，水果用的辣粉，好辣。食物，它这个是烤肉，一盘一百哦。我们看，拜拜，谢谢。肉肉，哈哈，肉肉，肉。好吃吗，肉肉？可以耶，哈哈，你喜欢吃耶。亮亮，这个好吃吗？好吃。哇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带小军啦。给我吃哦。给你。哇，肉肉，肉肉。肉串，肉串，快乐的肉串。两枚肉串。拿完就还给我们，快点，我们这边也还没吃。拿去，来来来，玉锦。请拿去，给你，给你们。搭乘的船啊，他们这密封性都超强的，然后都有防水，它这样设计它不会漏水，然后都有安全救生衣啊，所以还蛮安全的哦。他们啊，水上市场的交通其实让我联想到他们曼谷繁忙的交通一样。在逛衣服啊。
我这边。好，等一下。哇。水上一条街。特别的帽子。Okay, thank you. 谢谢我的水。超水，超冰，超冰的。太热了，对不对？要补充水分哦。啊，冰冰凉凉，最舒服了。我们现在坐船啊，要往回去登船的地方了。但是他们这个开船的路线上，常常会遇到这种会船的状况，有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转个方向，好特别哦。拜拜。因为人数的关系呢，我们分开坐，事隔可能快要不要几十分钟，我们总算下船了，我屁股快痛死，我快烤焦了。150元买这个泰国的铅笔，而且我还跟他杀价，本来卖我200，他送我180，我说就150，他说180，我说就150，没有150不买了，他就卖我了。哇！然后什么我都不买，然后到了每一站我都这样不买不买，然后这个船夫一直跟店家说，他们每一家都不买，他们什么都不买？那、啊、你怎么听得懂啊？因为你就讲一样那个语气，然后那个人就这样子，然后停靠那边，我们就看那边看远方，然后又往前走，我们又好吧。他是故意的，就是不想吃，不想买，而且船上的东西真的太。是娃娃，大象娃娃，真的没更必要，反正也没有什么需要买啦，就这样。好了，我有捧场一个那个糯米饭。哦，这里是丹嫩沙朵水上市场，如果想体验的人，你可以来试试看哦。划船是800元吧，哈 ，OK 啦。那如果是划的话，划的只要300，好险我要。但是划比较慢啊，它机械的比较快。